齐名，那是我们泰国传统的仙卓茶舞队伍，茶舞又称象脚舞。在喜庆的活动中，我们敲起长鼓，载歌载舞，喜气洋洋。当贵宾光临时，热情好客的泰国人民就会敲起他们的长鼓，载歌载舞，迎接客人的到来。看，我们鼓足长跑的小伙们排着队伍，拍起象脚舞，姑娘们脸上洋溢着甜美的笑容，在节奏欢快的鼓声中，跳出心情流畅的舞蹈，犹如美丽的孔雀开屏。他们双手合十，说声萨瓦迪卡，向各位朋友们表示最热烈的欢迎。
精彩的表演之后，相信。